还有劲，这两个一个字儿的英雄我记住了。聘太高了，68还好。有骸骨，记住啊，铁男一级先破骸骨。放 Q 来，E A，往前 A，平 A，再 A，征服者触发，还行，没被塔砸，这波算我们赚了，我征服者满的。一他一下，因为没一动，插个眼儿的，我这号一共打了四把，三把铁男，我只要御选猴，对面肯定就铁男，直接杀来。让努努先扛塔啊！来吧，血球，直接上来！闪一手，回家啦！这不无敌了吗？这波我们需要小支援一下啊！这咋这么卡呢？听说小丑这个英雄好像不带闪现啊！给个人头来，小丑。那努努不又得来一波吗？那努努肯定还得来一波呀。这波小丑死了，努努肯定得来，我们就立刻就找他打，然后回家。这波兵线我算好的，应该刚好到我塔前。没有任何问题。吃车就吃车吧，那都三个人头了，还不让人吃个车吗？下骸骨镀层，一 A 再 A 接 W 哪去了？W 吸地了。兄弟们，这把打完不打了啊，开始卡了，开始有点跳聘了。
刚才打小丑的时候，你们应该能看出来，他这位置打小丑的时候，人直接飞了。我这下游戏，跟我下游戏没关系，我那游戏马上下完了，跟这游戏没有关系，他就是卡。先来个燃烧宝石，燃烧一下。你就像那一把火。熊熊燃烧，照亮着我。有关系？肯定没有关系。哎，不过马上下完了，还有两分钟，两分钟都坚持不了了吗？他马上也死了啊！你就像那一把火，这也太卡了。还好我不需要什么操作，你不信我跟我下游戏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那我为什么一开始不卡啊？为什么一开始也下游戏不卡，为什么后来卡了？再见吧，三项了，嗯，差点钱，差点钱怎么办呢？嗯，差点钱只能把努努的峡谷先锋抢了，兄弟们。可恶的小胖子，我们回上路收兵啊！这铁男100%是推线的。我怎么感觉这把俺们俩得死一个呢？啊，我就感觉这波俺们俩指定得死一个。算了，我到了。等我大招啊！下完了吗？你看他没下完，他有时候。他有的时候他又不卡了，控一波线啊，打几个问号。推线，铁男去中了。铁男干啥去了？压了，铁男又死了，那我们再推吧，这游戏结束了。中单170，上路050，为什么会给我排到黄金白金左右的人呢？是因为排队时间太长了吗？我排了10分钟。我就要补个车，你有这么烦人吗？要干啥呀？不是，就非得就不把你杀了就不行？那行吧。我上赛季没打，跟我上赛季没打有啥关系？我上把碰都赚二的，这把碰的黄金白金的，这跟我打不打又能有什么关系？我就再不打我还能掉到黄金去啊？我估计就是实在是没人了，你知道吧？给我稍微小配几个，打个红的。Shut down.
Double kill.看我驾驭不了钻二，哎呦我天！等我驾驭不了的时候，我告诉你。下路打一波吧，我们这野区小螃蟹横着走一波。哎，你个人呢？那莫甘娜跑得挺快呀，莫甘娜。啊，莫甘娜，我给你看着，我拿个假猴给你扛一手啊！你要杀你就杀吧。行了，回家了。怎么的呢？你咋的呀？啊？我不杀你全家呀！咬你一命，给你留个种。回家了。2200，钱不够，算了吧。2200的话，好像也没有啥人啊。我把下路塔推了得了。推了以后，我们正好回家出一个九头蛇。来个黑切吧，来个黑切试一试，算了吧，九头蛇吧，别黑切了。铁男那护甲都不够看的，不够打的，没什么用。看看人家，行，那也没用我呀，那咋整啊？跟我也没啥关系呀。